来，这。哎呦，你个放到球的是，我说给你投胎吗？那个嘛，你是上别个亲兄弟笑话，切。嗯，没得事，都是自家兄弟。这个你也不能管人家女把柄，说这个杨强太好吃了嘛。这个是选的上等青菜做的，要打了霜，下了雪。 不苦不涩才要得，除了干干，只要尖尖。咱汉丰都酿到七七四十九天，在洗得干干净净，酿得蹭蹭沾沾。哎，撒上花椒粉儿，放到罐子里腌它个七七四十九天。哎呦，白果子这个才是绝技哦，说得那么押韵，高手高手啊！拿的，这个是解说词，是之前都写好了的。还有那碗冒味儿头哦，它是上水白米做的饭，上水白米你听到说过没得嘛？ 那是贡米，这回去三十年，皇帝都没法干，你又是想闻你都闻不到。哦，还有那碗清汤，那是老表生姜熬的水。嘿嘿，他还加了保龄醋，假如你连保龄醋都没听说过，你不是哈儿就是瓜皮了。你能喝了保龄醋，就像桃花带雨露；男人喝了保龄醋，悬崖峭壁走大路。 老板儿，没走火嘛？你过远些噻！哎呦，这个老广场啊，真的是人杰地灵，见个事都可以炖肉吃，挖坨泥巴，可以看锅盔。兄弟，我真是来对地方了。还有远近闻名的沧州牛肉，这么巴适的场合，哎呀！ 肯定不能全牺牲。咦，赵姐是今儿抓啥？那么多？实不相瞒，我和白哥啊已经私定终身了，这一点就是当小意思。哎，恭喜！恭喜！哎呦，白哥，你看得出来，你今天吃的巴皮儿哦。哎，桂老瓜，你这个话就有点见笑了哈。 不是你开这个店子，我们是字字叫嚣。哎，啥子？是这焦皮。啊，对对对，焦皮。哦，我们这黑我一条，我还以为是焦糊的。这唱腔真是绝了，唱的是字正腔圆，有样万转，八心八肝，唱的我心子巴巴都酥了。有那么好听啊？哼，天天都在嚎，哭不强哭，笑不强笑的，晓得唱些啥子哦？耳朵都起茧了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耶，奶奶。哎呀，这个乔帮帮也是。 卖人偷你牛肉了哈！哪会有这个狗胆？嗨，你一天在不把店子看到我是东跑西跑的跑啥子嘛？哎呀，你那是管得多哦！整斤牛肉啊，哎不，半斤，半斤就够了。乔帮帮，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舍得拿钱买牛肉，而且一买就是半大半斤。耶，这离过年。 还早得嘛！哎，张先生，你说话也太婉转了嘛！我好歹也是你的顾客噻，大小是个生意，你还是记点口德嘛！哎呀，给你开点玩笑，你是咋那么小气哦？味道好，你要多感谢点客人哈。好说好说。好，慢走哈。 照杯破，妹儿独自把酒喝，喝完一杯又一杯，到围炉的小哥哥。啊，各位，我吃完了，你慢慢吃。哎，各位，我也吃好了，告辞。告辞。啊，亲兄弟，早点休息哈。哎，好。来客了，赶紧收拾。 都走转了，才瞧也走长了。
松散倒了。一个二个打起精神，开门。慢点掏枪。快拿出来啊！桂老板，打他来了！稀客，稀客！哎呀，原来是吴老板的吧？好久不见了哦。桂老板，请问啥子叫大单？他都是个出了名的瓜皮，说不来人话。他的意思是，吴老板，你们一行商人。再加上爱上孩，通共四个人，哎，至少嘛要开三间房间噻。这个当然对我们小店来说，肯定就是大点喽。哎呀，这位哥子啊，插不插来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硬是把我吓了一跳。哎呦，见谅见谅，来坐。哎，这位哥子眼神得很，莫非也是客哇？哦，他呀，在下并非客人，是本店新来的员工。哦，新来的，走。哎呀。一个月没来，硬是大姑娘变成老太婆了。哎呦，吴老板见笑见笑。哎，吴老板，各位还没有吃夜饭啊？嘿嘿嘿，我们在二龙村啊吃了，一个人喊了一笼包子，俺老弟一个人就喊了三笼。像我们这些下苦力的，又有哪一个吃不得呀？该吃，该吃，该吃呀！好。哎，陈华蛋，豆蛋。哎，那么早就关门了？你管了我的啊？我管不关门管你屁事啊！嘿，你一个烤棒棒的，当然觉得早哦。我是华佗在世，要养生。哎。我就是来专门跟你说两句话，你咋这样啊？你啥意思？把手拿开。你跟我有气吗？跟牛肉和酒总没气的嘛。你爪子嘛，那个又是牛肉又是酒的，你乔家屋的祖坟起火了。陈王蛋，哎，我们两个拌句嘴，总不至于把感情断了噻。这个舌头跟牙齿都有熬到的时候，你咋那么小气哦？俗话说得好，你生死都不打笑的人，你看我一个脸都笑得稀巴烂了，你咋好意思把我拒之门外啊？哎呀，自从跟老弟吵了几句嘴过后啊，我心头一直七上八下的，点儿都不踏实。你说我们毕竟是一条街上的人，低头不见嘛，抬头见嘛，哎，总不至于因为那点事，结个缘嘛。那个话呀，说到绝路上去了，这条路断了。你好意思上门？哎，我气都消了，你咋子还那么冲啊？你遇的是哪个啊？你莫怕了造啥子啊？你像啥子样子？你顺了，你顺了，我就跟着你顺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路也断了，桥也断了，从今往后我陈黄豆认不到你，你也认不到我陈黄豆。哎，你可是路断了嘛，我们可以铺嘛；桥断了，我们可以修。你看，我专门去买的张飞牛肉，还有那个珍藏十年的好酒，就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。你总不至于拿张冷脸来贴我那个热屁股嘛？啊？好，搞半天你是来骂我的嗦？啊？我没喝过酒吗？我没吃过张飞牛肉吗？提起走，提起走。哎，爬！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我爬过。可不可以借下贵宝的
我把那两样东西处理一下。你要咋处理嘛？张飞牛肉简直就是牛肉中的极品，霸道。哎，那是老子屋头哈啊！半夜三更的跑到我这儿又吃又喝的，你多少给点场地费噻？场地费，这儿你要看就看，要吃就吃。是你把我急红眼的哈，老子不得管。哦，严老弟，累了一天，还不赶紧去睡哇？哦，抽完这一锅就去睡。嗯，早点去睡啊，明天还赶路。放心，耽误不了。几袋烟的功夫就到了，往床上这么一躺，做个好梦，天就亮了。老大，你刚才咋不问一下，那个麻袋头装的啥子东西？就是。那些都是随便问的吗？不问，那未必我猜呀。其实老大已经问清楚了。我都没有想到，艾藏汗居然是你的眼线。不可能喽。不可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那你说老大问清楚了，我刚刚我咋没听出来呀？爷，你还是个人精啊！你说哈呢？我是啷个问的呀？你说艾尚汗背那么重的货，说到这个货字，语音格外的重。你又问他为啥还不上床？这其实已经把你的猜测告诉了艾尚汗，只是在等待答案。与床有关系的货是啥子？啥子货？艾尚汗回答得很清楚了。鸦片，鸦！我看你差不多是用一个女瓜皮了，那你再给我仔细说一下，你是咋个听出来的？艾尚汗说，货不重，路也不远，少几个烟的功夫，他就到了。只说到了这个烟，它有可能是香烟。也有可能是土烟，但是他还说，往床上一躺，做个好梦，天就亮了。你想哈，与床有关的烟，既不是香烟，它也不是土烟，一定就是烟土。照你那个说，我那套切口很有皮了。不，天衣无缝。那你又咋不听出来呢？我只是比别个多长了一只耳朵。跟老子
你硬是比鬼都还精灵啊！俗话说，一山难容二虎，我们两个会到一起，会不会产生啥子火花呀？嗯，老大，你请放心，这叫强强联手，无坚不摧。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双龙会，黑白双雄。你个龟儿朝棒棒啊，远近闻名的吝啬鬼，你花那些血本未必就是为了赔罪吗？哎呀，你看你老弟那个智商就是高，啥子事都瞒不过你。哎，不瞒你说，今天我就是来买你一包药的。个人张起嘴巴说的哈啊，你要是买我一包药，你就是我的孙子。哎，那个话还没落脚哦，你未必想喊我喊爷爷啊。哎呀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何必高头不放呢啊？俗话说，打人没有好拳，骂人没得好言。哎，当时我们两个都在气头上的嘛，说话是有点难听。你龟儿几代人都没买过我屋头的药啊？现在呀，又突然来得那么陡，哼！我一时半会儿还没缓过来。哎哎，你莫激动嘛，这个事情呢，就像二月间的风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的。哎，你就当我是被风吹到你们屋头来的嘛。这样子，做人要讲信用，说话要算话。你先喊声爷爷，再往下头说。爷，咋个能这样啊？哎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总不能熬都不放噻。论年龄，我比你长一些；论辈分，我们是兄弟。如果我喊你一声爷，那岂不是乱了辈分了？哼！你魂起竖起，你都有理了。你莫急嘛，你一急我就尿急。哎，昨天晚上听你一番倾诉，说你爹，也就是我的陈表叔，说我们乔家一辈子都没买过他的药，你死之前他是心欠欠的，你说我咋子过意得去嘛？所以说今天我不管有病无病，都先买包你一包药再说。那我问你几句话，你要跟我答清楚哈。嗯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那个老官场，啊？十里八外的那些撇货，是不是我陈黄道？是不可能的，是我，是我。那害得人家秦家兄弟人家黑大的，是不是我陈黄道？还是我乔帮帮，总行了吧？哎，这一盘我们又接大单，人手又不缺。闭嘴。在这儿金爪爪的，把你给我拎起走，去。走，睡觉。能不到我单不住啊？老大不得动手。那为啥子？为啥子？你忘了楼上住了个鸟人了？真的。要啥子药？除了春药哈，啥子都可以。总要个品种噻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只要能上吐下泻的就行了。你啥子意思？那个上吐下泻是排毒泻火的哦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排毒泻火。哎，这段时间本来一肚子的火，该泻一下了。现在泻还来得及，哼，不然呐、啊，你就毒火攻心了，晓不晓得？哦。你要是搞到那个人了、啊，那绝对要得狂犬病。哎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一包真够了。一包？你几代人欠我屋头的账，一包都够了？啥子？到底是我照顾你吗？还是我欠你的？我不管是你照顾我还是欠我的，反正一包免谈。哼，你几代人买我一包药，你好意思买？我还不好意思卖。你。好好好好，两包，四包，
倒一包我都不得卖。耶，你这是拿个棒棒要敲死人呢、啊？就两包，多一包我不买。那我退一步，五包。不行，两包。那老子再退一步，你屋头三代人抢我屋头的账，一代人一包，三包。